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？我相信是有。我们这两个 Airbnb 说，那 Airbnb 是很临时的，没有打扫。我们进去了过后是全部东西都是乱乱的，地上也是没有拖。然后我们去到一个房间，然后这个房间是唯一干净的。我们到里面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安静的那一刻哦，我们听到窗口那边传来一个声音，有人在讲 OK OK， 讲了五次，最后一次是那个声音是很低沉，就是 OK。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后，我们就互相看着对方，然后我就装着打，我去打开那个窗口，我想往外面看，什么都看不到，黑黑的。我要确保那个窗口是锁的，我才安心睡觉。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高高的，他就听到这个声音后，他立刻拉开那个窗帘去讲：“你搞我，我没搞你啊，你走。”戏剧社的吧？因为身边的人有经历过 ，OK， 宿舍那个女的被上身，然后就了解。是他其实纯粹有看不爽宿舍的某些人，他只是假装鬼上身，然后想要砍他。应该不至于他来砍他吧？我就看过一个电影，是讲为什么不要怕鬼？因为清明节是那回来的人嘛，亲人之类的，所以他可能是别人的亲人。Okay, 可是别人的亲人有时候也是会害怕一下的，因为不懂他是谁嘛。也可能他是厉鬼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有没有被我说服？少少少少。